这是大溪协天庙，附近就是大溪上热闹的所在。中山路二段真热闹，这有一栋政府开钱修好的日本厝，日本时代叫做西山温泉旅馆。洪公河阁恢复了，好好，厝拢修了真好，但是就是无开放。中山路二段顶端有人卖饭卖面卖鱼卖菜，煞变做亲像菜市啊安尼。泡肉、卤肉饭、高渣。这地顶啊，地顶啊强诶！这地顶啊强吗？这是啥物很强？啥物强？粉肠。粉肠、粉肠啊！诶。我个食地顶啊，才有这个啦，才有这个鱼啦。我食地顶啊，才有这个。嘿，啊，你啊，迄落出家迄就无。哦，是哦。你也是肉的哇？啊，你内底是放啥？粉啊，肉、肠啊。啊？咱这名产啊。什么物件？太白粉。太白粉。三肉。喝啥？肉。肉，三星葱，对啊。哦，三星葱哦。你算喜欢米粉哦？四个拢是吃的，但是今日要来去一间真侪明星推荐的面店啊。就是这间火车头小吃，必须。啊，这乌金汤是鸭卵吗？嗯。哦，啊，这你的面吗？面是家己做的吗？我。哦。你专门在做面的这种啊？哦，啊，有陈美凤推荐刷的毛胡瓜呢。麻酱干面，啊，扁食汤，啊，我觉得综合丸面。好。啊，个黑金蛋。正店已经团了两台了。这台是伫车头迄个所在摆摊。所以第二代有了店名以后，就叫做火车头。第二代啊，安尼几年啊？六十年，六十年啊！嗯，啊，拢伫火车头遐吗？较早啦，较早，搭去火车头啊。嗯。较早，即马就拢伫遮啊。我知道，你知道。哦，赞！哦，煮好啊！嗯，这个大锅煮啊久吼？没啊，啊大锅煮啊久。哎呦，拢差不多咧。我伫咧宜兰时，有人讲偏，讲偏食啦，偏食啦，偏食啦。没啊，拢共款啦。咱拢是温度。啊，共款都无共师傅啊。食饭食甲偏食是中国漳州山线甲海线的音无共。那发音无同，啊做法嘛无相款呢。麻酱面，麻酱，来，啊个过来，这配食汤，依然有人讲偏食，有人讲半食，综合的鱼丸汤面，所以有贡丸、福寿丸，啊个一个就是什么丸啊，看到个蛮易者。鱼丸。黄瓜。乌金蛋，这蛋若食完有合理的意，安尼上好。啊，若是无合理的胃口，安尼就爱问这明星咯。